是伊莱吗？还有伊莱也换装了，还有他们的新的朋友，以前只有伊莱妈跟伊莱，现在多了一个伊菲，欢迎三位。伊莱妈依旧是那么的时尚，好厉害，生出了一个明日巨星，微风集团最年轻的偶像伊莱，现在竟然又多了一个，哇，你很会生呢，你生出来都是明星哎。好，三位一起来 take a picture together， 好 ，come closer， 靠近一点。好，来，往右边一点点哦，好 ，OK， 可以，好，耶、yeah, ，好，一来呢是非常专业的，每一年上这个星光大道、微风之夜都是大家的焦点，太可爱了，但也很感叹，以前他好小只啊，大概到我的大腿，我看明年来就要跟我一样高了，不要长那么快，真的，明年可能要跟我一样啊！一菲不要，哎，让他自由，让他自由。妈妈昨天就发文说，妹妹会不会在这舞台上撒野呢？看得出来，哦，看得出来，妹妹比较喜欢哥哥，没有喜欢妈妈。好，来 ，say hello 一下。好，一来妈你好，怎么样？你应该也很感触吧？我们这一年一年的见面，孩子也高了，女儿也出来了。对，而且你好厉害，你生的都好漂亮。谢谢。啊，他也有表演欲嘛，因为我知道伊莱很优秀啊，那看到镜头都不会怕的。伊菲也是吗？妈妈，你看到大家好。Hello， 好。How old are you？ 你几岁？你三岁呀、啊？哦，好，开不开心呢、啊、？Happy？ Are you happy？刚刚你问他这个问题，我就想到今天早上我就稍微跟他 rehearsal 一样，我说。哎，焦哥不知道今天要问你什么问题，可能会问你说叫什么名字啊，几岁啊，然后就这样看我说、妈妈，你到底要练习几次你才会记得？是哦，我就想说现在这么呛你哦，对，太呛。哦，啊，他刚刚一直在绕圈圈，他是喜欢鲨鱼是不是？鲨鱼看到猎物就会一直绕。他觉得他来到他的场了。他还一直瞪我，这样很可爱。好了，喂，哎 ，come， 哎 ，wait a moment， 哎 ，my dear，hello， 最后问你一问，哎，喂。哎，头晕了。好，你就乖乖的说啊，跟微风说一个 Happy Birthday 好不好？预备，好，我说微风广场，你说 Happy Birthday 哦，你们一起好不好？来，一起，好，来，预备，微风广场 ，Happy Birthday。完了，他没前面没说，啊，节约，这个实在是。你要做的今天最重要的就是生日人的，他真的不太受控啊，你让他自己去绕。跟哥哥比起来的话，真的哦。那他表演欲也很旺盛、他又开始逆时钟了。我怀疑他上辈子是一个时针，一颗时钟。他就自己去后台了。好，谢谢哈、谢谢一菲哈、谢谢。好啊，一来，你说，来今天再回到这里有什么感觉？你妹妹好不受控哦，这个看得我都不想生了。来跟大家问候一下，一来你说。今天回来什么心情？今天我很开心。然后呢？有没有什么任务在身上？今天？今天我会在一楼的电梯门口逛来逛去。这算任务吗？这不是我们今天搭街要做的事吗？我会在一楼的电梯门口逛来。哦，他只在电梯门口逛，因为他是门头，对不对？他是电梯先生 ，OK。重点是他按得到九楼吗？他这个身高。好，那一菲可以下去休息了，谢谢。好，我全都快要把麦克风吃掉。好，谢谢一来妈，谢谢，太可爱了。好，保持纯真哈 ，keep real 哈 ，OK，stay real。童凯琳，欢迎两位。来，两位先拍一下照片，好开心哦，终于有大人来了。先照相。好，每年呢，在微风广场都有许多的大朋友、小朋友、新朋友，老是非常厉害的 DJ 斜杠青年孙麦杰，他是今晚的 Party DJ， 同时也看到了微风的女神级的人物童凯琳，好，也是我们经纪公司旗下的大将，欢迎两位俊男美女，好，看一下中间，好，谢谢，来麦克风。哎 ，Hello， 哎，凯琳最近有那个频道在做菜，是不是 ？Chit Chat Kitchen 是聊天厨房啊，所以到底是要聊天还是要做菜呢？
边做边聊。你的厨艺 OK 吗？ OK 的，真的、啊、我有见识过。哦，你吃过？对，我有去做一份那个松饼。哦，你也去上他的频道是不是？ OK， 好，请大家关注啊、订阅啊、分享，支持一下凯琳，让她这个应该是目前台湾最漂亮的女大厨了。谢谢。OK， 加油啊、哦、！DJ， 我知道你也是广告什么各方面，但今天你最重要的音乐是放音，最重要的任务是放歌，对不对？对，没错，今天希望大家听得开心，最重要还是音乐。对对对，你大概会放什么类型的？因为音乐千百种啊，古典的、爵士的、EDM、国语的、台语的，你今天想放什么类型？今天就是微风二十周年嘛，辉煌之夜，所以我想加一些可能比较 disco 或是 take house 之类， okay. 希望能够再嗨。然后要嗨一点，我跟你要嗨，其实不是 disco， 你把叶启田放下去，大家一定嗨，因为大家觉得你有神经病。好，祝福两位待会顺利成功，谢谢凯琳，祝你频道成功，放歌好好处理一下，谢谢两位。好，请回后台进入微风伟业，除了担任封面女郎之外呢，也做了许多的代言工作，欢迎两位。好，请先合照一张，你看这两个感情就不错，一出来就会爆，哎，太好，很好。好，欢迎两位微风经纪旗下的巨星女神舒娜娜、宋平恩，他们在最近也有很多不同的斜杠的身份，而且都经营得非常的好哦。待会我们再跟大家报告一下。好，还有哪边需要他们的视线？来左手边。好，左手边来绕一下。来左边的，来左前方。左边哦，看一下前面举手的大哥哈、哦。好，中间。好，中间，哎呀，大家拍得很开心呐、啊！好好好，刚刚小朋友你们都随便拍一拍啊 ，OK， 好 OK， 还有哪边需要视线？好 ，OK， 来，我们来请他问候一下，好，欢迎两位来，来，我们先请这个娜娜先跟大家讲一下，好啊，因为她最近有一个很棒的事情，来，请说。对，因为我最近有跟一个泰国的网红啊一起联名合作一个泳装，太酷了耶！你现在跟泰国的网红联名泳装品牌这样，因为泰国就是天气很好，对对对 ，international， 他们就特别喜欢晒太阳之类的，对， 对， 对，所以这你的泳装有什么特色啊？你的品牌有什么特色？赶快介绍一下、啊。就属于比较欧美的，然后它的下半身都是属于比较高雅、high cut 高叉的型哦，因为欧美他们这种没有在怕。Yeah。OK OK， 好，那这个除毛的动作要先留意一下。好，希望大家都支持娜娜的泳装品牌，有一个完美的夏天风采哦。谢谢娜娜，祝你大卖。好，平恩也跟大家问候一下。Hello， 大家好，我是平恩。哎，平恩，我知道你有一个斜杠身份哦，是做那个什么化妆导师哦。没错。什么概念？我现在还有做一个跟朋友合作一个工作室，是韩式证件照，大家可以来找我拍证件照或是形象照啊，都可以。它是一个摄影棚。修代理，什么叫韩式证件照？我们就去那个小箱子丢几百块就可以拍完，就是会帮你精修，但是又不会让你太夸张，不会修得太夸张、哦、然后还会有专属化妆师帮你化妆，也是我本人哦，真的哦，对，好棒，所以是韩系的证件照，没错，你可以把自己拍得像韩星一样那么的帅，那么的漂亮，对对对 OK， 好，谢谢两位，都好优秀，谢谢斜杠青年，祝福你们，谢谢，好，请回后台进入微风广场。好，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的欢迎回娘家，来来来，小心小心，来，先拍照先拍照，哇，这都没有变哎，都好久没有看到他了哈。哦，那过去呢，在微风的杂志呢，出来了很多的大明星，这些大明星呢，一开始可能都是模特儿或者是素人，但是经过微风集团的包装、微风集团的宣导还有推广，每一个人都成为了广告代言啊，或者是各方面戏剧啊，还有许多时尚产业的大咖。所以微风呢，不只是个百货公司，它也像是个魔术师，可以打造许多演艺圈的新一代女神，超厉害的。好，也身材好漂亮，你看那个比例哦，哦，那个腰啊，哎呦哦，真的哦，都没有变的，好奇怪哦，哎，怎么一样那么漂亮？好，可以吗，大哥？谢谢，来阿 KB 跟大家问候一下，哇，今天回来应该有不同的感觉哈、哦。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KB， 好久不见。呀、yeah, ，你在微风是很多年前的事情吗？对，那个时候是2005年的时候。2005就16年前嘞 ，OK。透露我的，透露你的年纪。好，现在十几年过去了，你现在回想起来有什么难忘的事情，或是特别感动的回忆吗？就是非常感谢微风给我这个机会，因为那时候我有拍到微风的
广告的那个广告，所以我就变得比较有知名度，对，但是会带有微风，对，所以呢事后我就有很多的工作，所以为了因为那个微风，我就是游到台湾到现在。就是这样，本来搞不好都想说回日本，但因为代言了微风，有知名度，你才留在台湾发展的。是非常的感谢。了解了解，那真的，这微风就是你的移民署嘛？啊，非常的厉害。哇，原来是这样子，我都没有听。但是很感谢他们的安排，没有把你跟那个刚长董摆在同一组，不然我真的会听不懂你们两个在讲什么。I'm sorry， 我到现在我的中文没有变了。对，你跟那个刚董一样，两个人中文都没有进步。谢谢阿 K 明，谢谢你这么爱台湾，爱微风。Thank you， 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要欢迎下一组，马上呢半夜了，喂，陈爱希、邱慧文，欢迎两位。看阿 K 明看到傻眼了，真的，哇，半夜，你太明显了。欢迎两位，也是微风女神，来，请先拍照。今天因为是20周年的微风广场，所以呢，阵容比往年更坚强，尤其是这些微风老一代的、前一代的前辈的女神，都一定要回来啊！因此今天真的是哇，大家拍照会很辛苦，太多值得留下的记录了。欢迎爱心、慧文，两位都是微风旗下优秀的女神艺人。看左前方，好，看左前方。来，左边这是。好，还有哪边？好。中间这位。OK， 阿 K 明是2005年成为我们微风的伙伴。我也是在2005年第一次来主持微风之夜，转眼也是16年，太可怕了。好，还有哪边需要视线 ？OK， 好，谢谢两位，太有架势了。来，先跟大家问候一下，爱希 ，Say hello。哇，你今天穿这样真的是。Hello， 大家好，我是爱希，好久不见。很透风哈。对，但是其实还是蛮热的，今天是很好，大家知道吧 ？OK， 好，来，爱希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也在微风前待了那么久，或是也常在逛街，对不对？这一栋建筑物，你有什么难忘的回忆，或你最喜欢的是什么？我最喜欢的其实是那个广场。OK， 对，因为其实以前我们常常待在公司做训练，路上对，然后其实我们空闲的时候很喜欢到那边，就是跟鸽子玩。对，那里有很多鸽子。对，我们就会把，我们就会说那是鸽子广场，然后去那边就是放空，然后想一下我们等一下上课之后要准备什么东西。了解，这个是最有回忆的地方。没错，这个广场也办过好多的首映会啊、金马影展啊，我记得我人生第一次的那个 Vogue Fashion Night Out。就是在这边，也是在这边，所有大明星都来过，所以这里真的已经不是只是单纯的百货了，对不对？特别棒，是，谢谢爱希的分享，来，慧文。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慧文，也是当年的阿舍干面，阿舍干面，你是阿舍干面。那你最怀念的、最有印象的，应该就是干面的，是吧？我其实最怀念就是当时有在这边工作，对，卖干面卖到变女神，没错，很励志哦，代言人，对，我也后来就是有参加微风之夜，有遇到焦虑，是真的很厉害，因为你知道我们台湾有很多妹嘛，豆花妹啊、水果妹、鸡排妹，其实你是干面妹啊，对，我是干面，对不对？而且台湾那个时候干面拌面才刚开始，你算很早，是始祖，对，算始祖哎，对不对？你算干面界的妈祖哎，真的很了不起，首位代言人啊，好，谢谢你，现在不得了，所以你知道我们就讲微风真的不是百货，它又是经济，它又是一个平台，让大家发光，对不对？好，谢谢两位女神，谢谢。好，请进入你们的老家微风广场，来，往这边，左手边。接下来欢迎的另外一位女神梁以晨，她不只是微风，也是狼人杀的女神，double 女神，请到舞台上，欢迎以晨。在今天我们仿佛像是一个所谓的精选集，让大家一次看到10多年来微风所孕育出来的能量，不只是照顾新一代的网红，同时也照顾新二代，同时我们也有很多老朋友带着许多回忆回家，那这也是微风对于演艺圈的贡献，他们不只是时装圈的、时尚圈、珠宝界、美食界，他们甚至也是我们演艺圈的一份子，非常的厉害的团队。好，还有哪边需要？好，也跨出戏剧，然后呢，也是非常厉害的狼人杀高手，欢迎回家。好，来，跟大家 say hello， 来，问候一下。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以晨。哎，这个今天来到这里有什么感触或者感想，或是回忆涌上心头吗？其实我前一天晚上就已经觉得很兴奋，昨天晚上就兴奋，对，但其实反而是一种回娘家的感觉。对，毕竟之前在微风也担任看板人物蛮久了，对，所以回来之前每年都会来的微风之夜，是，对，其实是很温馨。啊、OK， 一般我们过去都会问服装搭配，本来想问你的，后来发现OK 就是黄的。哎，不是，我今天哦，不是，不是我这一套就是来自纽约的 Alice and Olivia， okay, 然后它就是著名的是用大胆的撞色，是，对，我觉得蛮符合今天微风璀璨的主题。对，对，我觉得不只是金色或银色是璀璨，没错、哦，对，大胆的撞色亮色也是璀璨的一种。是的，虽然我们有 dress code 是金色跟红色，但大家自由发挥。你今天真的出奇招哦，我们非常感动，有那么巨大的一支荧光笔站在舞台上。我今天就是来那个抢大家的那个荧光。Yeah， OK， 干得好。谢谢以晨，谢谢。好，谢谢，请进入微风广场逛街去了。也是微风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封面女郎，也是最佳的代言伙伴张景兰同学，最近一直在卖饮料，广告打太凶。来来来，就跟饮料里面一样，又漂亮，身材又好，又有气质。欢迎景兰。景兰跟微风也是很有渊源的，稍后再跟大家分享。当然，她也是我们演艺圈的女神级的人物哦。非常多的事业发展啊，在戏剧啊、主持啊，包括他自己的品牌，各方面都很了不起哦，是女强人来的哈、哦。过去大家觉得哎呀很漂亮，就没想到每一个人回家之后都那么的强大，超厉害！欢迎张景兰。看第一排、第二排。好，看第一排、第二排。好，换个 pose， 换个 pose。好、哦、帅哦，霸气的感觉。好 ，OK， 谢谢，可以吗，大哥？还哪边需要？好，谢谢谢谢。好，欢迎欢迎，跟大家分享一下，对你跟微风的连结是什么？嘿，是的，在之前呢，有拍了一个微风的封面，其实一直以来都跟微风相关的企业有友好的合作，对，所以这次可以来走红毯，觉得非常荣幸，也是我第一。对，很奇怪耶，微风广场二十年，微风之夜十九年，你竟然是第一次来耶。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哎，也是一个里程碑，璀璨璀璨的一夜。说得好，哎，在过去啊，所有大明星真的该来的都来过了，对，一定要来踩这个点。真的就剩你一个了哈、哦，差不多我们明年就不办了，其他人不给他机会。去年已经没有了。对对对，去年改线上。好，景兰今天的服装也帮我们介绍一下，因为今天有一个品牌跟你合作，对不对？是今天的主题呢，跟今天的风格我想要走比较浪漫，然后但是我的发型是比较个性的，所以我觉得有点像是有一点点小女孩，但是也有点个性的感觉。然后即将要春夏嘛，已经要夏天了，所以想说来一点轻快的元素、oh, 想要让大家有崭新的感觉，是新的感觉。好，那品牌是林立。OK， 哦，林立老师的作品非常美呢。哦，好，谢谢哦。你看，来拍过这个微风的封面，就跟拍很多时尚杂志一样，那个知名度跟人气是马上提升的，对不对？最大的感触。谢谢景兰，谢谢。好，谢谢。来，请坐，左手边，来引导一下，谢谢。好，接下来我们欢迎另外一位，也是超扛把子啊，郭媛媛女神，欢迎。同样也是斜杠到不行了，现在是插画家、艺术家，也出了很多周边商品，创造了厉害的 IP 角色。所以我们常讲啊，这个微风真的像是点石成金的一个平台。许多的美女呢，你第一时间看到的是她的外形，成为微风的封面人物、代言人，但下一步可能就会挖掘她们不同的能量。有的成为时尚的 icon， 有的呢就成为厉害的创作人。好，媛媛是一个非常霸气的哦，这么多年来啊、哦，当年也是小女孩了，现在都长大，我们应该把以前老照片都秀在后面。好 ，OK， 一年一年的过去了，大家依然这么漂亮，真不简单。好，还哪边需要？谢谢。好，中间，再回到中间。OK， 还哪边 ？OK。谢谢，来远远跟大家问候一下。今天是以这个春丽的感觉跟大家见面吗？对 ，Hello， 大家好，我是郭媛媛，水源的源，金元宝的源。OK， 好，今天的穿搭也很特别。对，我今天穿的是 Burberry 2020
2021春夏的最新型，很好看，耳环也很好看，衣服也很好看，因为它衣服本身就很夸张，对，尤其是靴子。一路到了我的改编，哎，你腿都这么长，你都穿到该冰了，那我们穿不都穿到斗宅了？你这是，所以我故意搭配了一个也很夸张的头发，非常好，非常美哦。来，也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各种的斜杠，哦、你看你有插画，对不对？然后呢，还有像哎，最近刚考到驾照是吗？对，因为、哦、其实我没有想过我的人生会需要考到机车跟汽车驾照。OK， 为什么？因为其实坐大众运输工具就非常环保，对，也蛮环保的。对，但是因为我就越长越大，我就是不想要给自己设限。哦。如果我有了机车跟汽车驾照，我就可以更往很多地方去玩。对对对对，或是拍戏可能会用得到。对对对，所以多一个证照在。对，就像我生活中不想设限，那我的事业上也是， yeah. 所以就有各种斜杠，非常棒。对，比如说画画啦，插画家，然后包含从模特儿跨足到戏剧，对，从去年到今年就开始有一些戏剧的参与。OK， 加油，继续努力哦，继续斜杠下去。不过当然这个年纪考驾照一点都不丢脸啊，随堂也是最前年才拿到。对，我都考了两次才考到哪啊，真的假的？自己爆料哈、哦，太逊了你。好，下去。好，注意这个危险驾驶哈、哦，大家尽量多让他一点哈、哦，看到他尽量闪躲。谢谢郭媛媛，谢谢。好，来左边。接下来我们再次超强女团，今天呢他们的粉丝最多，这边不是也有吗 ？HURA。哎呀，你们等那么久，不就在等这一刻？赶快叫出来，赶快叫出来哈、哦。好，来。请合体靠近一点，拍一个时尚的照片哦。假装你们现在就是在拍微风的封面，或者是微风的看板、微风的广告。要知道哦，微风的这一切都是点石成金的。只要上了微风的平台，马上知名度就 double、triple， 非常厉害。来展现一下你们的魅力哦。HUR 呢有非常坚强的幕后团队。然后呢，也花了很多很多的力气去训练，或者是投资，可以说是台湾的女团非常看好的一组。请各位媒体朋友帮我们多多的加持一下。好，左前方。好，还有哪边需要？谢谢。中间。好。哇，非常的酷哦，而且他的衣服造型好特别，辨识度非常高，应该会引起一阵流行。好，大家记住他们的名字叫 HUR。 来，队长是哪一位？派队长出来跟大家问候一下。好，来，请说。Hello，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UR。 哇，很有活力、哦、你有没有发现微风集团很贴心，一人一支麦啊。我们没有来这么多人，就你们这组人最多，为了你们还要多叫两支麦。那个钱要跟老 K 请吗？跟老 K 哥帮我们付一下。好，介绍一下，我想台湾有这么多的团，国外更多。HUR 的意思是什么？还有目标是什么？甚至你们团的精神是什么？来，我们团精神其实主要是希望大家可以做自己，不管男女都是做自己。那团名的来源其实是因为我们参加的选秀比赛叫做 DD52， 然后我们是风暴黑桃，叫做 Hurricane 的缩写就是 HUR。 是，对，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因为跟 HER 也是同名，所以我们也是象征女力。哦，了解，那就肯定是想向那个旭看齐嘛。以前有 SHE， 现在有一个 HUR， 变起来是 HER。 OK， nice。 来，每个人问好一下。好、哦，那新人要嘴巴甜一点，说一个对微风广场的祝贺，20年，好不好？来，谁先来？队长，你帮我点名一下。好，从我们的 Holly。 好， Holly。 大家好，我是 HUR 的饶舌担当 Holly， C Holly。祝微风广场不止20岁，说得真好，长命百岁，说得好。喂，我们要成为一个百年企业，后面越后面讲的越难哦。来，队长交给你，下一个你要点谁？越后面讲的越难哦。第二个你要点谁？照顺序啊。好，哎，你倒霉了啊。对啊，你最后一个不能讲重复的哦。好，来，第二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裴姐。Hello， 裴姐。Hi。Would you like to say something to presenter？ 他中文很好。他中文很好。中文很好。我英文也很好啊，奇怪，我不能讲英文吗？他中文好讲中文，我英文好讲英文啊。OK， 你讲中文。祝微风广场生意兴隆。生意兴隆，好厉害，会成语。来，队长。祝贺微风辉煌20年，不止20。呀，太棒！哇，你的墨镜好可爱、啊。来，下一位。怀疑啊，你现在是看哪里？好，
我是巴鲁元，然后我是蒙古人。呀、yeah, ，你的中文也不错哦，加油加油，啊，继续努力。呀、yeah, ，Would you want like to celebrate? You can speak English anyway. Thank you for inviting us today, and we are so happy because our second debut is like today first form. So thank you guys so much.非常棒哇！他说什么？他说什么？谢谢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啊，然后呢？他说什么 ？Debut 第二次。他是在宣传你们的 MV 啊。哦，没前途了啊！我是来祝贺微风广场，你来宣传你的 MV， 要比是不是？我下礼拜也有一首新歌啊，跟他见面。好，那下一位，下一位。大家好，我是 HR 的舞蹈担当，我是连颖。然后祝微风百货生日快乐。好 ，OK， 非常无聊的祝福哈。前面讲的那么好，你要想一下啊。他这边讲不止20岁啊。那希望微风百货可以1000岁。1000岁，好 ，OK， 来下一位。Hello， 大家好，我是 HR 的西子琪。那祝微风20周年生日快乐。那希望以后的每一年都有我们 HR。哦，好棒哇！有人是来宣传 MV 的，有人是来找工作的哈。OK， 我告诉你，每年会有的只有我了，其他会一直换。谢谢六位，谢谢，好辛苦了哈。后面不好意思哦，访问比较久哈，因为那个。